冰淇淋啦，卖冰淇淋啦，我是艾莎公主，你们谁要来买我的冰淇淋啊？佩奇，你还要再来一个吗？撒一点糖粉上去吧，会更好吃哦。实在太香啦。谢谢你，艾莎公主，拜拜。最后一个就给你吧。Yummy！ 大家好，这里是北美玩具，今天我们将会来玩一款冰激凌的贩卖车。你们看，是谁在贩卖冰激凌啊？是艾莎公主。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辆冰淇淋贩卖车里都会有些什么东西吧。先把外包装打开，你看贩卖车前面写的是 ice cream， 就是冰淇淋啦。这么多的配件，我们还需要自己来安装呢。这些是贴纸，会让我们的贩卖车变得更漂亮。安装说明书在这里。先把车子装起来。这些就是美味的冰淇淋啦，有很多口味呢，巧克力的，牛奶的，香草的，抹茶的，哎呀，数不清了。这一袋呢，这是调料瓶 ，cream， 糖粉，冰淇淋甜筒，冰淇淋杯，呵呵，这还有一个小喇叭呢，冰淇淋勺，一样样装起来吧。小推车的把柄，这是遮阳棚的架子，放甜筒的。最后再装上顶吧，招牌，小喇叭放在把手上 ，ice cream， 我们的遮阳棚呢，就贴成一条一条的，一条紫色，一条白色。接着是我们的招牌。这样车子就装好了，奶油瓶，糖粉，这一面呢就来放我们的冰淇淋啦，一个，两个，紫色和粉红色，还有绿色，这是第三个，还有奶油的白色，还有最后两个，巧克力的咖啡色，还有黑色的呀，呵呵，黑色就应该是黑色巧克力的。好啦，整车冰淇淋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接着我们的冰淇淋贩卖员就要出场了，她就是我们熟悉的艾莎公主。卖冰淇淋啦，有巧克力、草莓、香草、抹茶、奶油，各种口味给你们选择呀，都过来看一看吧。艾莎公主你好，我看到你的冰淇淋好诱人啊，你要不要来一块啊？好啊，让我看看我要选哪一个。我想我要两块冰淇淋。好的，两块一共是10块钱，给你10块，
谢谢小猪佩奇，我现在就来帮你装啊。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呢？给你一个奶油的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奶油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香草的吧，你可以尝到不同口味啊。你要不要再加一点糖粒？好啊，那我给你撒一点彩色的糖粒上去。好啦，给你小猪佩奇，谢谢你艾莎公主。我要尝尝看好不好吃了。不用谢，下次再来光临啊。会呀、啊。又甜又香，再把第二块也吃了吧。的确很好吃，卖冰激凌啦，谁要来买又甜又香的冰激凌啊？大家都过来看一下吧。你们看，我只有四块啦，来晚了的可就没有啦。现在还有黑巧克力，还有抹茶、草莓跟普通巧克力的，大家都过来看一下吧。嘿，艾莎，我刚才听姐姐说你卖的冰激凌很好吃呢。对呀，她刚刚买走两块，你要不要也买一点试试？我也想吃冰淇淋。好，10块钱。好的，不过我有25块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找你啊，我找给你15块。谢谢艾莎。现在我来帮你装，给你一个抹茶的，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这一次我帮你装到杯子里。再给你一个黑巧克力的，装到另外一个杯子里，这样你就有两个杯子了。嘿，谢谢你，艾莎公主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尝尝看了。哇，谢谢你啊，拜拜，艾莎，拜拜，乔治，再来光临喽。再尝尝看抹茶的。大热天吃冰激凌真是太舒爽了。嗨，卖冰激凌啦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呀。还有最后两颗冰激凌，不知道能不能卖掉呢？姐姐，你的冰激凌还没有卖完呢。是啊，还有最后两颗，不知道会不会卖掉呢。没关系啊，姐姐，最后两颗就卖给我吧，这是10块钱。好啊，谢谢你，安娜，我帮你拿哦。还有一颗巧克力的，另外一颗是草莓的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草莓的了，刚好最后一颗是草莓的呢。安娜，你要不要再加一点奶油在上面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样会更好吃的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看。我帮你挤在最上面哦，这样就 OK 啦。我先来试试看啦。确实加了奶油比较好吃呢。让我来慢慢享用这两个冰激凌吧。哇，很快第一个就吃光了。再来吃第二个。啊，这两个都不够我吃哦。明天还会有新的冰淇淋啊，你们都要光临啊。今天卖冰淇淋的任务全部都完成了耶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冰淇淋贩卖车，你们都喜欢吗？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在我们的频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玩具视频，要记得过来收看呀。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你们还喜欢看什么样的玩具视频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感谢您收看北美玩具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留下您来过的脚印，拜拜。